对，你就直接丢给我就好了。等一下，我现在我要找一下我的波波纹。卡。不是，我找一下我的波跟我的那个乞讨用的东西。黑锅吗？不是，是那个放钱用的。哈。化缘。化缘用的。耶、yeah, ，我粉了。吸粉了。白冰块是你，你好。白锅白冰块也吸粉了。要东西要塞，你到底在攻三桥？不知道。哦，这边浮点满天飞，天哪！哦，安哦。我们要先跟观众讲说有可能 CWT 会取消之类的吧？可能哦，也有可能会变很热啊。就哦，你说正好那个吗？那个气旋在头上这样子，闪过，然后把云都吸走这样子。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就反正你都像我那一次吗？就很热啊，台北没有风雨啊。反正不管怎样都很鸟。好啊。哎，我听到麦克风杂音，跟我讲，今天用了 Henry 推荐嘛？有没有推 Henry 介绍的那个外接的 USB 音效卡？耶！所以应该不会有杂讯吧？有的话跟我讲，我要换麦克风。嗯。我现在在努力藏我的东西。安安晚上好。是吗？见不得人吗？没有。这外接音效卡有个很麻烦的地方，就是我的那个音效设定那边找不到可以抑制杂讯之类的东西，而且我的耳机跟麦克风都要插音效卡才会不行。我们在等那个负责探勘那个什么探勘副本的人回来。不能说一个插那个外接音箱，什么副本？非常的探开什么副本？还什么副本？不是已经讲很多次了吗？就是副本 啊！那是什么副本？就副本啊！什么？什么？天哦，应该是吧？什么？到底是哪一个？肌肉绿绿的。别这样！来不及！太完美了！来不及！哦，终身绿。太可怕了！基罗在那个新入股的形象就是绿绿的，可以不要这样子吗？绿的，绿西龟之绿西龟罗。我觉得我可能还需要再，就可能需要再一个东西。你需要再一个绿藻？不是啦，绿色，加一个绿色的，没有那么绿，好不好？你需要一个绿色史莱姆。嗯，为什么会变得那么绿呢？我不知道，在问你是需要绿的呢？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也不知道啊！啊啊啊！这个算是绿的。No！ 抓到了是绿的。抓到了很绿是吗？对哦。不要这样嘛！太绿了！什么？刚刚谁在讲话？刚刚很多人在讲话啊！请问一下，我们有谁在讲话？叽里咕噜呱啦，叽里咕噜呱啦。What？ 5807858078。可是西罗，我刚刚在打竞技场的时候，发现我没有办法再上去了。上那个要升段位，全部都是大佬啊！看那个数值，我打不到。大佬啊！你就左下角点一点，看能不能上啊！没有办法刷新一样啊！我现在六万九，那你就在那附近先好好刷一下。嗯。那我现在六万九，然后我今天看大佬都是七万起跳，又十三万，就看十三万。还好啦，我十五万。而且我昨天明明打、排名打很上去啊！啊，那，我有故意特别打特。那个中上就是那个现在那个位置在上一阶，就中上差不多五六千米，就今天一看下又掉一阶，对啊，都很容易掉啊，掉一阶，而且还是掉在前排，我就Welcome to Minecraft Tuesday。 Yeah， 啊，耶，好了，耶！哇，发生什么事？没有，你有找到可以打来了？你有可以？好吵！天哪！你有找到可以打的网吗？
啊，你有找打可以打的王吗？啊，我吗？啊、不是、啊，你不是上周说要找？那现在、啊、有人在问依依有没有在开台？我今天没有开台，我现在在点手游啦，抱歉。你说，手游比较重要。啊、我刚玩。我想说都进那个七点十分的公会问答都问完了，就开始慢慢点了。韩寒，哇，各位观众。这麻烦，这充好多钱啊！我现在因为这个外界 USB 音效卡的关系，我听大家声音是锐利200%的状况。锐利200%，开心，清晰啊！就为什么啊？为什么是开心？嗯，开心呢、欸？怎么最小、最快、最清晰吗 ？Henry 在不在？我买了 USB 外界音效卡。我今天转了一个。我最近安装了一个是材质包，那个音效超大声，直接啊，关税音。啊，就依依今天没开台啊，所以说你问在哪里开这个？啊欸、行了，这个在心中有开，心中有开。哎，当你想着依依有开台，它就有开了。设置电梯还没有做，我要先去做。不用，我直接从这边拿就好了。嗯，我崩掉了，我刚才讲不知道吗？我这边没有吗？好多蜜蜂哦，对吧？我这边是很多蝴蝶，好吗？不是啊，我是说我的蜂箱啦。你说你的蝴蝶区吗？不是，我说我的蜂箱，而且我这边很多蜜蜂要来看吗？不用，哦，原来是很多啊，很多很多，非常多。这个颜色的蜜蜂。这一轮养我就不能再让它。这边好，我就从这边拐过来好了。嗯，拐。然后我这边还超多茧还没孵化的，要不要来看呢、啊？嗯，我这边没孵化。想不要啊？就茧啊，蝴蝶的不用啦。好啊。多到爆。养蝶啦。没有养蝶啊，天生的。那是养蝴蝶啊。偷生的。不能先、啊。偷生的？那谁偷生的？啊！希若偷生，希若你不要这样子哦。希若，原来希若当爸爸，没那么快好不好？没那么快，又没那么快。偷对啊，在中四中。我那我现在能生什么啦？可以吧？我天哪，大量海爬真有够痛苦。或许你可以生一个肥鸟蛋。啊 ？What？ 哇啊 ！What？ 哇！啊，米神，不要这样好不好？我跟 C 罗那个已经快开创一个美好世界了，美好年华。哈哈哈！你不要这样子嘛！要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观呢？不要挖洞给自己啊！真的，跳好跳满，没有，也不是我们刻意用的。米神，不要再帮我们挖坑了，拜托。可以，没有问题。我们没有要挖坑，就有他自己挖坑。结果现在那个有人自己挖了一个坑，我完全闷不吭声，然后就瞬间一个奇怪，为什么好像有坑啊？就是这个，而且还在我前面，快跳！怎么觉得好像又中枪的感觉？没办法，这个坑太大了，跳不过。太胖了，嗯、不太胖。谁捡到枪了？说谁说胖的？谁说胖的？谁说胖的？说清楚啊！对，没有。我们这个时候应该放那个一个猴子看了一下，然后之后再往前看的那个图。我可以逆回线路。好嘞，耶、yeah。哦，我以为在讲说闭嘴线路。闭嘴线路。闭嘴线路。线路。我这个有在开的状态吗？月怕鸟有吗？月怕鸟可以生蛋吗？我不知道，你要问他。好公的也可以生吗？麦块里面的生物都是蛋吗？麦块里面的生物好像都是雌雄合体、雌雄一体的。麦块里面的生物好像没有公母啦，雌雄同体啊。但是我不知道那肥鸟到底有没有。更难就可以生下啦。我还是先点手游好了，大家慢慢聊。我先点手游。依依表示你们继续聊，我不讲什么。我觉得害怕。我说那个肥鸟的那个什么那个。性别这个完全不知道，不明，什么东西？所以就是一个性能卡那边写着不明生物，不明，原来是不明生物。性人卡，姓名，姓名不是姓。我记得杏仁塔，什么杏仁塔？你是饿了吧？塔
我只听到、哦、我只听过杏仁茶、欸啊、我也听过杏仁饼。我想说杏仁茶是什么、哦、不好这样子的话我们全部都用玻璃还是全部都用你知道吗？飞鸟，飞鸟，飞鸟这个名字是已经红到我的台都很多人一直讲越扒鸟越扒，真的好啊！所以就这样越扒了吗？是啊，姓越扒名鸟，飞鸟肉吧。然后而且有人讲介绍我们来台湾一定要吃飞鸟。啊，原来是特，你要这么早啊？你要这么早、啊？你知道吃我的名言一向是什么吗？吃了以后你大概六个月都不用吃饭，你会变成下一个屠宰羔羊。哎、欸，不错。怎么听起来像是某一种传染病之类的？吃了之后就……然后 YB， 你现在是用的还是原来的？已经修过来了，还是说还是原来那只白色的？请 YB 帮我弄了一个电影。记得上礼拜那个店员逃跑的事情。耶、oh. yeah. ！店员直接矿石吧。我请 YB 帮我架了一只火箭队回来。哎、okay, ，我要吃东西了，大家慢慢玩。我下台，我下台的时候，观众表示，观众表示，怎么了？给的工钱不多。哦。哦。工钱不多。这样躺应该可以吧？不破说，你怎么给工钱太少了？不晓得。啊好，不知道，不想知道。欸、我没办法推他推过去，是不是？嗯。欸、也不会出事啊。那就干脆就这样就好了。我想要用隐形钥匙。啊！啊！我把饼干自己拿走。你、欸、隐形钥匙要蘑菇哎、欸，家里面有蘑菇。能量，我得自己试试看，到底能不能把它掉到旁边去。啊，啊可以。啊呜！啊呜！这么以后，它里面可以限制说，应该可以吧？然后我再……哎、欸，它要走回去耶！天哪！咦，我的板子哎！我店员怎么是在旁边啊？我来看了。哇！这样可以。好吧，我想要把他拉到那个柜台前面，然后他就自己走回去了，算了，那应该是不会跑的意思。哇哦，这样行呢 ？OK， 可以，你在这边待着，开心。哦，现在是有好啦，安安哦，有人物有快坐好了啊，晚上好，我终于坐好了。这哪里？我这个东西了，我做好这个东西了。这只意外的是个兽人哎、欸。然后你做好什么东西？你要讲。哎、欸，我不能往前一点吗？哦，所以做好这个东西了。哦，开心，真的开心。你做好谁？那个东西。那个东西。对，就是那个。好像每次是魔法师是一弄好的东西就讲就是那个。对，就是那个。啊，会那个。就是会 lag 的东西。这次我好像看过这个 skin， 咦、是不是某个动漫、啊？嗯，请问到底是什么东西呢？我们下一集有如揭晓。怎么有两个餐播啊？是我错觉吗？怎么有两个餐播啊？是不是每个地方都有一个餐播啊？你看一下对话，他们的对话不太一样。可是一样都要餐播，这样真的没问题吗？如果你们真的不喜欢的话，我就把其中一只拿掉。有你啊，你说你在别墅看过另外一个，我在哪？哦，所以他要，他就是被我设计成变成克隆人的一个，因为他说那个对话给我随机发挥哦，就随便发挥哦。那你应该做三个啊，你知道人一生会见到三个长得跟自己一样的。我的面包放了，我也有分身啊，我会看到两三个我。很多的 YB， 对，很多的 YB。可是我的忍术，发现。我看一下这个要怎么弄才好。咦，这感觉为什么会有玻璃啊？关呢？哦，哇，话说我这边怎么会有玻璃？这感觉要这机关才可以做。那个，我想问一个问题。好吃，
就是为什么一条商店街或两个温泉会馆，突然之间接的很爽。等下为什么是玻璃的？有吗？有两个温泉会馆吗？我自己玻璃为什么会好吃？我靠，在这边啊，为什么？就是有黑龙在的这条，这本身就是、啊。还一个是米神盖的。对啊，我是一个米神盖的，只供男生使用的那个温泉。对，没有错。米神那个根本就没办法吃，好不好？提示的吗？米神那根本不能吃啊。可是我这边比较夸张啊，我这边是直接遮眼的。早上女生的哦，晚上就是男生的啊，就这样可以，没有问题。可是我这边是没有，那不管早上还是晚上都不能女生，好不好？啊，没差没差没差，没差个屁啊！这有很大差别啊！我操！那给的是妖怪住的吧？记录是没有传达，我记录是没有记的，除了 Tuesday 以外，我都会记录的记录罢了。哦，我看到有一个。海蛋呢、欸？这个还没弄。哦、这不是海蛋。哇！海蛋是什么？海蛋。不好意思，这不是海蛋。海蛋，海蛋是什么？你是不是饿了？饿了吗？什么东西啊？你累了吗？我没累。蛋，我只是饿了。一一啊，你的那个餐厅啊，有想要放哪里的吗？啊？因为我这边好像又多一只，我有点小动作。因为他这边有一个是商店，就是他的投稿的对话框。请先帮我塞厨房好吗？还没有放东西的那个隔间，那个是厨房。厨房吗？可是这个是好，没问题。哦、嗯，有放那个。你无法。木箱里面有厨具的那个那个是厨房。只是看我要不要存档。你先随便就厨房随便找个位置塞，不要靠墙边哦，因为我墙边要放那个给洗的。嗯，我没有，因为我现在泡泡局来的，我色盖。对。哎、欸，然后我要站离的，呵呵，挂机的。那个飞鸟 ，Yes， 你的那个一楼是不是没有白色？没有，完全没有摆设，还是空的。嘿，他等别人。你还要帮我摆设吗？不错啊，可以啊。谁要帮你摆设？谁要帮你摆设？谁要帮你摆设？你想说啊？你给工钱还要帮你摆设？我只是想要把你的一楼变成。你是想把一楼变成什么东西？你要变什么？你要把一楼怎么了？海蛋。前面的。然后我的白嘞，我的可爱的白嘞，怎么不见？白的白在我手上啊！不，回来！我的话都多了一只雪狐，这是谁？给你啊！你要放哪里？放一下，这个就放在我这里就好了。嗯。哦，我知道要放哪了，放这里好了。没有，我是因为有时候我觉得存有一些档案不需要存的，存太多会不。因为我得想把一楼。啊、有一些直播档案存太多，就是你的频道会感觉到很分类。你放在 Pokemon 这好了，好不好？ Pokemon， 你怎么放在后？你怎么放在忙？喝忙的意思吗？ Pokemon， 喝忙了。Pokemon， 你要忙了吗？ Pokemon Go， 很忙哦。忙 ，Pokemon， 忙了。在哪里？这里吗？对。忙，耶！超好用的吧？开心。哎，那个物质，我想要问你问题。什么？就是寻路器，我只会让它走过去，我不会让它来来回回走。寻路器什么模组的？这个 custom PC 啊。哦。兄，有人问你东西。这个剑不是可以走来走去吗？嘿。就是我只会让它走过去，我没办法让它走回来。那就，我要实际操作一遍才能回想起来。就是你要改，给你改啊！反正那边本来就只是用水而已，你要改就改吧。嗯嗯，本来只是先放水而已。YB 接着 Q 你。瞬间没电，瞬间没电了吗？我还有电。就是我快没电了。你看上去该充电了。我的留言，你没有充值你的电力。我现在在努力的制造一些食物。我只会让它往一边的方向走。啊哇，还，我没有开台。没开。今天不开。抱歉，今天不行。开台。
超级注意。我很久没开台，上次开是开那个第一版本的话，那个 RPG 叫什么的玉什么的，连 RPG 的名字都记不起来了，这也太今天太糟了，遇见奇命啦！哦天，好好下吧。哇！下午在那 NPC 的时候，在逛表单，发现有两三个都写了同一句话，就是我曾经是位勇者，直到我膝盖中了一箭。看来大家的通病都是同样的，被枯弓射到断的。我说等一下，到底有几个人写那个？他们知道这一句出处在哪吗？先要考一下。我那时候看到第一个的时候，这个好像可以放武器库哦，好像不错。然后看到第二个，我是看到同个人投稿吗？好像不是，名字不一样。看到第三个，不对吧？为什么三个人写同样一句话？约好来搞你了吧？很好，那张武器库就有三个三胞胎，然后全部都膝盖中了一箭。RPG 的通病啊！真的，大家都喜欢。我觉得没有吧，我看到很多人的聊天都很顺啊，很顺啊，很顺啊。你是不是把自己自动留言给关掉？我看到你留言了过后，就会自己自动删掉。留言了过后，你的高点电视是没有座位，就是只有外带而已。就是对啊，就直接买而已啊。我通常不会看到有，台湾的话应该是比较不太会有。在里面吃的情况吧，那个叫咖啡店的咖啡店，你会做成像什么叉叉肚脐之类的那种类型？那已经不那个不太像了吧？因为它还是有烘焙的部分，我以为你会做成那种类型，当然是没有。也有遇过那种，就是不是连锁，就是单人独立的那种，有那种就是开放式厨房的那种，可以让人家参考。啊，要按错了，烘焙。我喂，你要用的是那种的，然后就你用的是一般的蛋糕店，就是一般的、啊。为什么？因为那时候白棋在白棋的，我的画面我没有开它，有尼特跟杨月，哇，好棒哦！哇！哇！啊、哇没有听懂，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，别看我，都是老屁股的，都是老屁股，都是一群老屁股的服务生，都是老屁股。对，因为这样的话，第一才不要怕我家偷拿东西。没有，我是看一下你这下面的 M1 终端跟上面的合成板到底有什么差别。啊！别捅死了！怎么？为什么？就是你是因为插了那个吗？你是因为上面插了一个？哦，你上面插那个合成板，所以下面的那个终端也会显示出有合成的画面。那我在啊，你声音太小声，你声音被尬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是我下面的本身应该也会有画面吧？那我们有肉桂啊，肉桂啊，都一起做而已。为什么会突然挑肉桂啊？你是不是又想吃口香糖？不是啦，我现在在做东西啊。他的对话还蛮客人的。哦，等一下，我欢迎谁拉太大？崩破，我的口香糖已经吃完了，好不好？啊，晚上好。我知道，你已经吃完。吃了很久了，好吗？看我的还撑很久我每天只吃一颗而已。马一这样会太小声了，还是这样可以。就是他的对话比较，因为他有问了那个关于茶的，还有休息的，所以我想说就放你餐厅里面。被卡。没有啊，我现在在聊华语是很正常的事情啊。等下为什么要强迫我？好，就先塞他在这边吧，到时候再调位置。在他那边，先放这边。那边还是哪边？雷鸟那个戒指学武可以拿掉了。呀、啊！为什么那里突然多了一只学武？因为那时候是我就是不想要晚上在外面，所以我就进来你这里面做 NPC。哦，嗯，这布局下面就变成他的工作室了，算了。一楼，你这边一楼虽然本来是就是这栋本是要给你的，可是你都只用到地下室，地下室还是你自己挖的，还不是我用的。我都说我对房子之类的玩 Minecraft， 我就是我不太喜欢，就是盖房子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差别。不盖房子派，对，不盖房子，它是露天的，或者是其实我蛮想要把你这一楼变成交易厅。你就做啊，我没得差。然后对哦，两只火箭队哦，到时候打一打好了。现在里面都是，然后是台湾人，然后啊，就是上次风破好像有提到，就是关于 NPC 如果太多，
商店解放不完。那我想要把一些 NPC 放在你们各自的家里面。为什么你卡、啊？放在各自家里面。风破家自己本身就有一个家，就是外面可能放个管家之类的。因为有一些就是都让我自由发挥对话啊。啊，既然让我自由发挥对话，就是我可以让它变成类似管家，或者是你可以对吧？你可以对吧？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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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，我可以自由发挥，他们就让我自由发挥了，我就或者是安洛林家，还是D罗家这样，我都可以塞几家。洛林有没有听到？你会不辞之后，你会发现你的家里会多几个人，多几个人，嗯。你比较早直接干嘛？为什么放不上桌子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好啦。蘑菇是种哪一种的泥土啊？快点，病菌是土泥。尼特怎么被 Q？、因为有尼特的 NPC 啊，你有来投稿呢？哎、欸，你有来投稿、哎、为什么我的烤鸡放不上桌子啊？啊，还有，其实我自己偷偷做了阿纪的 NPC， 可是啊，是阿纪没有来投稿。私心、啊、私心没有错、哦、就是私心啊，为什么考试放不上桌子？那本来也是要放在什么桌子啊，放排不上号的那个烤鸡啊，因为我有这张桌子它没有办法读烤鸡啊，其他都可以读，因为那个可能烤鸡太大只了吧，你这是用对啊，都同一个型号的桌子啊、哦、就这张它读不起来，就是本来想说你是用到肥鸟的、哦，我没有说哦，什么东西？没事。哇，那是谁？我连、oh. 那个连红线都没有，其他三张就可以。他的红线跑到地板上去了。对啊，他有桌上跟地底啊，可是他就是对不到桌子上啊，超神奇的。可是我也不会，我这个因为他那个盘子是铁盘，我也不会放在这个桌子上。只是想说刚才。You can press it here. Something is in the way. 今天的作业真繁琐。啊，行哇，行哇，作业真繁琐。为什么？刚下的。我们到底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哇，到底为什么？刚下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的风力感觉起来没有什么在作用啊？啊？点的是好吃吗？一种完全没什么力的感觉啊！但是我封地那个，我封地那边的厨电槽又是满的，没力了。不是、啊，我封地那边厨电槽又是满的，奇怪，到底是为什么这样子？会不会是你的？我的那叫什么？那个？你管线啊！通常这时候就是出在管线啊！我说我管线是，我说我管线是最大管的那一个啊，最大根的。对啊，又粗又大的。你这句话很汤哦。他已经要做好，他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。哦，不是吗？没有，不是啊、哦，是、哦，而且又很透明。休假心理准备了。而且这个又很透明，有没有？啊，准备好，不要被急了，呵呵。稳定的低温能量导管。直接英文的。我是觉得等一下你什么时候突然就断线，我也都不意外。啊，是这样子吗？被消失？你还是消失吗？被可惜，突然被那个 FBI 敲门，什么都不意外。可惜，奇怪了。但我这样子装应该没错啊、嗯。没办法，没办法，只用私音。那个，除非我是用其他东西用。现在里面人是变那个了，里面 NPC 变多是没错，可是我会觉得以为那是怪，你知道吗？我下一次觉得是僵尸，给他砍下去。不要砍我可爱的白。那个是室内的吧？没有，白在室外。啊、哦，好吧。啊哈，还有什么盔甲可以放啊？哎、欸，你刚好说白的时候，那个管住那个风破，嘿，我家里有两套，我都给你用好了，在这边、啊，你就全部丢进来就好了，你全部都放上去就好了，你全部放上去就好了，因为那个曼可太好用，现在都没在传中了，可是我还是会留一两套我最初做的啦，你就直接放下去放就好了，放就好了，一套是那个风破听可的、啊，一套是泰拉装，就是给你，干嘛你要给我钻石装吗？嗯，你那会吸走了，你要把新版的磁力先关掉。蛮多的啊，不，好了，好了，我拔了，拔好吧，对，在这边，门口，是什么？
烤红薯。那桌子有 bug 是不是、啊？就烤的啊。对啊，哎、欸，可是那个一一你盖的那个，我看它是可以放地上，可是却放不上去。你确定这不会引发什么？其他桌子都可以铺啊，可是就那一张桌子 bug 是不是？那张桌子不能铺。算了，然后我刚刚做了一批这个，完了。哎、欸、，YB， 你确定这不会放屁之类的吗 ？YB 干嘛？刚才你在我家里那只叫匪狐，对不对？太多了，太多了，太多了！那只 NPC 啊，太多了。哪一只 NPC？ 你刚才不是在家里还有另一个除了白以外的 NPC 啊？你这个分量太多了，吃不完。你在叫哦，没事。雪狐吗？怎么了吗？是这样子吗？没有，没事。你那本来是要放哪里的、啊？你说这是地板吗？你说我白本来是要放哪里吗？这个不是，我说傻没事。就是，我居然真的放错了。之前我跟你说过那个啊，之前跟你说过，我们那个 Pokemon 竞技场旁边那个地方有一堆椅子啊，你可以在那边再设一个看台之类，然后放一堆 NPC 啊。放错了，这里有足够的空间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就是这边。可是，我现在还在研究 NPC 模组，好不好？我比较不会让他们调整姿势。我本来想说，就是让他们坐着看，可是目前还在研究怎么调整它。我连怎么走路都不会了，现在还在想怎么改变它的姿势。你的西瓜，有、哦、怪的声音啊！是在附近是不是？对啊，商店街有点暗，很暗。商店街晚上的时候很暗，很黑很暗。我们需要用 immersive 的那个，不对，那个很刺激。木头可以做装备吗？这个我试试看。木头可以，原木，哎、欸，好，原木好像不行，原木装吧。为什么不能跳？以前跳跳。哎、欸，没有哎、欸，只是我不见得有没有啦。没有出现呢、欸哦。不然你把破三年的一整套做出来啊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把橡木材直接铺成那个，直接铺，直接铺成头盔的样子，直接做，直接可以做出三个木头木栅栏呢。可是好浪费哦、喔。对啊，浪费，好浪费，浪费，那是给懒人用的。是，我做了蠢事。哎，这里哪个人没有做过蠢事？蠢事，你们有怪的声音啊！所有的木头都拿去合成木箱了，完了！木头哪里的木头？我直接用木头啦。哦，我们这边还很多木头，不用担心。啊，我只要不小心。哎呦，这样子哦，这有既视感。我曾经只是想要一个按钮，结果做出了64个按钮啊。总比把那个神兽打死好很多、啊。神兽打枪爆，把神兽打死好呛哦。All right， 超呛。Let me see 我要做什么？哦，我看到有僵尸啊，没有呛呀、啊，很 peace 啊，就 peace 呀、啊， Hello, 就 peace 的呛打，很 peace 啊。好，接下来这个要怎么弄好呢？这个很 peace 的枪法，我知道。那我真的是要找一个人士帮我在台里面说哦，帮我留言哦，回答我的问题。回答你的问题、嗯。我的问题就是你们的问题，你们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。就是那个进入一间一间，然后都有那个有就都是房间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一二啊，哼，有没有那种就是像展示架的东西啊？放那种像是这样，有点像是我烘焙坊弄那种。来，风破，我做这一套给你。哪一套？哪一套？那一套？哪一套？来，风破，哪套？哪套？为什么是消失？是啊。来，风破，那个是我放的。哦。不能放跳池。来，风破，你可以先放，你可以先穿看看。不用，我已经看过有人穿过了、啊，是粉红芭比霜，金刚芭比呢，好挤啊！这是粉红色吗？哎、欸，不过我觉得你应该把这个蓝色，然后粉红色跟这个绿色的放在一起才对啊。那你太久没来了，我想问一个问题，这是一个系列。那你听，你要问啥？就是为什么风破家的那个金刚芭比塔里克剩两只？多啊，为什么这两只啊？好像貌似被屠宰掉了吧？是被屠宰掉吗？不是，确定不是自相残杀吗？为了要成为唯一看到唯一的存在之类的，两只塔里克中间还放个金银羊毛，也太吵了。我就只好放两颗金银羊毛上去啊，被大家看死了，看死了吗？啊，你觉得我们不想当动物，我们要当一只活生生的可爱凋零？
然后他们就自尽了。哇，你们叫吸收哦，吸收三个，他好做两个一样的东西哦。是幸运，幸运的话，我待会去好了。啊，幸运的是什么啊？我看一下 ，Lucky，MEC 哦，嘻嘻，这好可爱，雷鸣嘻嘻。哇，有刀哎、欸，可以杀人的，还没事。哦，哦打开杀戒。谁要开始？谁要开杀了？谁要开杀了？一要开杀，谁要开杀呢？要开始带带带了。然后天使小心翼要开杀了。他那个刀子有分插在那个刀架里面，跟放在墙上的版本。喂，我不小心打到墙上。你这 deco 吗？对啊，哦对啊，的确是这样子，没有错、啊。它有墙上跟刀具上两个版本，而且墙上那个比较看起来比较凶，很像凶器，很凶哦，啊，很像那个怎么讲，打猎剑里面会看到的那种感觉。啊，杀猪刀？我没有说杀猪刀，你讲的。杀猪买。哎、欸，这里有一个。没有，我在想着我现在弄那个。哇，刀具组哎。对啊，然后感觉好危险哦。还有桌上的，桌上比较，桌上比较好。传说的厨具，桌上比较好啊。对啊，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幸运精英，这感觉不错啊。No way, why？ 怎么这一次好像累个的感觉比较严重、啊？嗯，今天啊啊啊，多打一个。别啊！我的橱柜被我剩下来，药水用经验，被他剩下来了。一生气就把自己家橱柜剩下来。哦，不是，我这个是、啊、真的生气了。不合就那个。哇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忘记我家在哪。我现在好担心，我现在很担心那个、欸，我现在很担心周末停止。停了吗？停办那个，哎、欸，那个 CWT， 的点进去看吼。周末啊，周末啊，台风吼，吼，台风吼 ，Creeper 吗？日本的话，我也怕也会遇到台风，台风八号、啊，飞鸟，飞鸟卷上去，卷上天了、啊，哎、欸，不对，走错了。飞鸟上天了、啊，去台风会飞，可会卷得动我。飞鸟应该卷不上吧？飞鸟将会飞了、啊。欸要为他开心一下才对。没有吧，肥鸟在飞，上了。肥鸟在天，走啊，飞鸟在墙上，什么东西？我听到奇怪的东西。飞鸟在墙上什么意思？就像肥鸟飞上天。飞鸟在天，请问是哪一部？结果飞鸟就肥鸟在飞，飞鸟在飞。你看现在吐司茶包都在滚，真的 Creeper Omen 那个吗？那个真的是很夸张，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要红起来。是哦，这个是果汁机吗？半年前的是哦，它是那个 Bubble Gum，、嗯、或者是果汁机，太像了。这是啥小？没事 ，The Winter Raw Dish， 没错，啥小？我在想一下，我到底有什么东西没有关的吗？还是怎么样？而且我的朋友圈全部在那边玩接龙的，最近这个最卡的有关啊，最卡的有关，卡的，对有没有装交错次元啊？那个交错次元真的是很鸟哎、欸，我这我本来有要那个想说，嗯，应该差不多是时候做这个片头，结果我发现，哈，要进行的时候已经要结束了，哈，算了吧，已经要结束了。这个是什么？欸、就是那个哎、欸、蛋孵化了，我蛋用孵化了。一有人问你东西，对，有人看交错次元的话，大概就知道我想讲什么。对话给我，真的太快了啊！来不及。我是不是要把这边、欸？你在里面啊？这边太远了。啊，所以他对话是讲给我这样子吗 ？Give me, give me a man。哦哦，他本身 skin 像店员哦。诶、欸，我觉得我应该。我觉得我们应该放一个店员是奥巴马的。喂 ，What？ 奥巴马？哦，好啊，我要这个。我们要那个。好好。那个。所以是哪个？尼哥。就是那个。尼哥。妹哥。啊，就是那个。没错，他就是店员了。Yep。什么？什么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个物品价不能够哎、欸、，flower， 仔细检查好了。
欸，等一下，我烧了。咦，他需要的是厨房只有那些，可是这边是跟那个，所以这样子都不可以。啊，这是收银机吧？收银机。哎，你都是妹子，杨月都是妹子，原来都是妹子。杨月可以，杨月快来通知查包，你的那个 NPC 被女生包围了。他可以夹起来一起当女生啊！老一表示，快点跟着自己当当女生。这是当女孩子啊！中间放一个就好了。哦，我跨国面包人，好这个。跨国面包，法国面包，跨国面包，长棍。它有那个蓝角裤，哎，这边有一个收银机，再做一个。为什么我已经跑错了？没有，有点延迟哎。我突然 waiting for server 了一下，然后之后，然后往后一看，门为什么没有关？没有 waiting for server。CEO 再去看一下到底是哪边当啊？我再去看一下。哦。因为我刚才去检查过我自己的东西都有关啊。我觉得你很多，我觉得你的中介箱啊，那个部分你可以要重新整一遍。啊、哦！我都已经全部换成 thermal 管线了。不是，我没有偷喂你哦。这个，我说你的那个钻，有没有上钻石的部分？啊？你来我的林场看一下。你说钻石那里吗？钻石那里我也全关了。不是，你来我的林场，你来我的林场，你看一下。他说中介箱混在一起啊。哦，你说中介，中介箱混在一起。我要关为止哦，应该是十点吧。哇塞！你来，看，来，打开来。你说这个吗？啊啊，对，我记得这个地方我忘了放。你这个是通到我的橱柜对不对？对啊，也是啊。但是说你的很多农场的通通也通通没有转过去啊。因为我突然想到那个。因为我上一次把那个我所有的线路换成就是啊进地狱了，用个人电。好，我以为喂，你要讲说你要开始懂资了。超延迟啊，妈的！到真的吗？我刚延迟到那个东西，是我按右键是把东西丢出去了。我又看到卫星防射盒，都是因为肥鸟的 A1 没有蘑菇啦。喂，等下，为什么是我 A1 没有蘑菇？为什么是蘑菇？为什么是蘑菇？因为蘑菇用完啦，然后看肥鸟的家没有，我就只好来地狱采了。你也想要姑姑栽培一下吗？绿蘑菇没关系，地狱有一些。什么绿蘑菇的游戏？对哦，蘑菇还有那个姑姑游戏一直都在出，好不好？超夸张。为什么有绿蘑菇啊？啊，最近有我刚才看到拉熊也有出那个新的手游。我记得不是红蘑菇跟灰色的吗？还是褐色的？灰的，绿绿的。绿绿的长开的吗？还是怎么了？奇罗，是听到关键字觉得有什么东西？奇罗，问号，绿了吗？你绿了吗？奇罗，可是不是最一开始是风波要绿色的吗？没有，现在看，啊、我现在看肥鸟很绿啊。风波也绿了吗？啥啦？什么东西？大家都绿了吗？啊。可是这边应该只有风波才有，不对，那个西罗才有绿色的烦恼啊！就是想你是要讲风波要绿是不是？我找不到我要绿的理由，好吧？会不会绿还不晓得呢，但是西罗是一定确定有可能的，啊、好吧？然后更有机会，这样。I told you， 看看你西罗，看看你。为什么我这边附近一直有听到僵尸的声音啊？是我旁边有盖错什么东西吗？现在就是大家各自做自己的事啊。对啊，日常总是会这样子的啊，我觉得很正常。然后享受那个 server 的延迟跟 lag， 极致服务，极致享受。所以有的砍树都是要一直无时间重复砍。我改了一下你家的东西，你要不要过来看一下？烘焙坊这边，等一下，先等一下，我还在修我的那个。别鸟，上次你架子那一个要怎样拿那个？啊，那没关系，你自己看。好了好了，我可以去看了。别鸟呢？我加了一个电源，加了一个客人，然后帮你把电源的位置移出来。没有，你在读，你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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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笑。
不能再拼，你的再写错了。再再写错了。再来一点。那个再便宜的再。再来一点。I need 再不分。再一单就。你可以再靠近一点。在这边跟我讲再一单就好了。我的那个代表是绿的，没有错。什么东西？为什么？我说变绿的了。绿的。怎么把苦力怕围住帮他命名？当然是因为他是我店员啊。西罗不是本身就是绿的吗？等一下，你们看武器店有一只苦力怕，不要把他打死了，那是店员。那他要万一爆炸怎么办？我已经用 Monk 给他那个给他那个进化了，他现在是正常那个友善的苦力怕。哦，友善的，友善吧。而且我还要把他命名，所以他不会消失。这样是不是要唱 Creeper 这首歌呢？不要，拜托。阿妹。阿贝来跨 Creeper 啊，迪德维。在就武器库里面，武器库里面。哦，好，我刚回溯哎，盖好恐怖哦。哇，现在 over 哦，现在那个每秒克数只有9.3。哦，哇，为什么那么差？极致享受。我现在10.430。我看风波瞬移耶，干，好恐怖哦。我现在还在烦恼我的那个其他的武器架要怎么放比较好。Waiting for server， 靠近苦力怕就 Waiting for server。原来是苦力怕的问题。不是好不好？一只苦力怕有什么能耐啊？你们好卡。一个苦力怕 Waiting for server。哦，这个。我在有。Oh man， 为什么是大嘴巴啊？大嘴呀、啊。嗯、是那个是那个歌唱团体呢。我真的这一次又忘了装那个、哦，我也想要装那个测那个，嗯，欸、没有大嘴炮，对，单人然后测那个什么东西延迟那个吗？对啊，看什么爆炸啦！哎，真的好难盖哦、喔，这个没有一个很好盖的感觉。啊！有没有人没事干啊？帮我盖那个 barbecue 在禁地好不好？等一下，等我结束完我这边的，我的商店街就是肥鸟家隔壁有一个 barbecue 在禁地，然后我还没去动它。我错三次，我觉得四次，现在东西捡不起来。耶、我在空中飞到一半会被强行拉在地上。地牛顿表示给我下来，被强行拉下来、欸。为什么？牛顿啊！我不都讲了吗？牛顿，爱因斯坦就会说：“哎、欸，是地表被我拉过来了。”这个是阿基米德就会讲话，给我一根枝杆啊！给我一个棍子，给我一个支点，给我个棍，我就拿去抓痒。这是科学家们真的认真抓羊啊，痒痒的，我被痒。我们为什么要践踏我们这些伟大的伟人的棺材板呢？啊，我没有啊，我没有践踏啊，是他们没有啊，是他们自己打开的，不是我们践踏的，揭棺而起，打开的。我说鬼门关之类，应该只有我们那个吧？我会跑到那个，我的牌已经开始你想哦，国外也有万圣节啊。那十月啊，现在八月，日本也有，他们也有农历啊，农历新年，各种鬼节都有哦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肥鸟，你那是有那个对王者的敬畏不能停，那是什么、啊？就跟药一样，不能停。什么什么东西无限什么？你上次给我的那个版。哦，那个、哦，这就是打开来，你可以看到我们里面有我们橱柜里面所储藏的任何物资啊，你可以用啊。嗯，那如果要用的话是怎样按？当然是拿着按右键啊。拿着按右键，然后里面的物品就直接拿到你背包里啊，简单。然后呢，要是你要放回去的话，就是当然也就是把物品拖到那里放回去啊。我拿不到、啊。信得住吗？为什么拿不到？你现在在哪？好、哦，我看到你，等一下我再过去看。武器店跟装备店，我觉得是可以同时出现的吧。反正我们这边没有人要盖武器店。没有。我觉得现在重点是很卡。我消灭什么东西，他就自己回来。还有回来了。很卡、啊，所以我在孵蛋啊。有没有谁的那个没有关起来？
我已经去看过了，都衣服好好看、啊，都关了。2.9，这衣服好好看的、啊，一个2.9，390块却可以的，可以买的。来一个内建荒原。嗯，那如果要用丢的话，丢丢，哎，怎么还没有？我哦，对，这里没有充电。啊，不好，这个东西不够。Tuesday 就是要 play 茶包，我只剩存的充。没有，只是我们一个固定的系列这样子。是的。这里分为有很多个职业哦，我跟你讲。嗯，你看有神奇宝贝，有神奇宝贝的那个就是训练家，专门养、专门孵蛋，不是，专门孵蛋的，专门孵蛋的，专门煮茶叶蛋的，对，没有错，还可以供应我们。太酷了。那人家肥鸟这一个还好红哦，哪一个？你来这边啊，太不行了。你这个还没放武器很正常，因为都还没有完工啊。你这个练，你这练武器的还蛮红的啊。啊，你这练武器还蛮红的。练武器的已经敲掉了不是吗？哦，哎、欸，怎么在这里？哇，值！我怎么说跑到这里来的？欸、不止这个哦。那、啊、哪个？旁边这九颗都很红啊。那我把它敲掉完蛋、啊，我现在不需要练啊，因为这个好像完的啊，也可以。嗯，什么特地地地地？你帮我去看一下那个，有在使用超能力吗？不要，不要，不要重来一次。哦，没有，因为说有一些你拔掉的，我就要我就要重整一次，不然的话那个整个画面太画面太美。我刚才听到一个提醒声，原来是有人订阅我的频道，我还想说是什么声音。噔噔噔噔噔噔。哈哈哈哈。Nintendo。背后这里是那个漏斗，好难怪。还有 EU 的管线，真的很真的很 K 啊，有点担心了。啊！在，我超不喜欢弄的东西，又是要我的。现在。啊、现在杉木还没有长起来，我先去附近找别的杉木。大要，哎呦，等一下，哎呀，剩下一半，剩下一半，剩下一半，还有一半，还有一半，怎么一半？我花就想打发我，他到底要什么花？嗯，哇塞！嗯、然后我要看一下我现在这个药水是什么。原来是这样子啊！哎，肥鸟啊，你的这批人偶都还蛮红的。人偶哦，你说那个稻草人那个吗？不是，只是那个。还有这个，然后有这个，你的这个投射器啊，还你好像还蛮多魔力发射器的，还是什么？哦，对哦，这个漏斗。然后还有这个，然后这两个我帮你关掉一下，对，我帮你关掉。对、欸，你有做那个吗？两方的那个，被我看到没有？那个。投资器有吗、啊？这个投资器有吗？他们需要什么武器？武器当然不用担心啦、啊，这边随便。武器没有啊，把之前一路上找到的武器全部丢进去就好了。培养这个 A， 培养这个 U 的，你这边这个 U 的，叉叉只是单纯问那个，这也是 U 的哈。对，它 loading 的关系没有 EU 的啦，那个 user 我把你关掉了、啊，所以你有时候你可能放着过一下，那个 user 一般运作放成那个红色的那个红石就可以，因为它在 loading， 所以那个、啊、这一套我也没有在用，我就可以把它敲掉。嗯 ，Oh baby tonight， 没那用就敲了吧。还有纯粹 loading 问题，还有这、那个、还有这个把它掉、就是。嗯，拿啥好呢？他可是不 care 你们在我的台那边玩接 Creeper 的那个歌曲的，还有这批，还有这批人偶，有你那边有人在玩，你在干什么？正在 old man 呢，要不然就是你那个风箱打掉，重新放一次。好惨哦！现在才有，那他就是那个他读取武器奠定员。怎么？肥鸟，我问一下你这个，你这滚筒机好用吗？你可以一个放在这边，放在这边，这边可以。没有用完了，要掉呗。小镜里面东西很多呢。
哎，养蜂很多，你们东西很多，你要看一下吧，因为我已经弄好了，我只是复制过而已。那你可以帮我加那个改一句，就是说，请不要打旁边的苦力怕吗？可以啊，它是无害的这样子。上的哦，真的。来，我来跟观众参考。方便得死。方便。你还没有结束那一段啊？米神那边还没有办法结束啊！天哪，好惨哦。呀，这就是为什么悟性聊天是不能用的哈。切记哈。啊，不能用 all man 那个吗？对啊，有那个是一截子截进去，然后而且还要截这种不奇奇怪怪的，我就看到有一个人截什么，哎呀，刚好三十秒，什么歌曲啊？那个很久，那是一个传奇。没有，我是想说有一个观众他接的那个歌曲是完全不一样的，好吗？哦，有可能他是在讲的是那个 Fallen Kingdom 之类的。好那个，看到了，现在还有那个吗？嗯。在那里，就我的泰拉装闪闪发光，感觉好不合群。没关系啊，我们这边也不一定啊，就是有可能，反正就这样子、啊。泰拉装为什么会发光？对不对？因为附魔啊，有附魔吧？我们也有附魔。对啊，泰拉装有附魔啊。我的也有啊。放在盔甲座这边啊，旁边三个都没有发光，就我的没有差啦。那个我们我不在意。为什么不能耕田？欸，我拿错东西了，抱歉，没事。肥鸟的，我发现肥鸟的人偶其实真的很吃资源。啊，人偶啦，我等下放马贼像嘛，我现在有东西在用。哇，肥鸟做了他自己形状的人偶啊？啊啊！哇，你有谁？人偶啊？哎，肥总，问一下你这个肉干的还有要用吗？肉干的没有，来，等下肉干等一下。地下室这边的啊，等我一下。啊，肉干突然间，我旁边有一个肉干。啊，我想要拼出四点的。我先以防万一，把所有的那个漏斗全敲了嘛，这样够有诚意了吧？啊，你要拼四叉哦。嗯，就是指代数是四的、啊，加油，那我挖到一些东风啦，那也不如把顺便把那个这个发热器给它拔了，发热器除多少？除了也长得像这个mana发热器啊，就 creep 了，不要 creep 到、那個。他说他是满的，他能量是满的状态，反而他只要没满就会很 K。好了，我敲美。他只要是没有满就很便宜。哎，别的朋友，这个还你，弹幕法杖，博士无双，可以了，博士无双面，这个话题已经结束了，免费面，不要再突然间是 creep 到 T Siri 了，我想你们没有 T Siri， 哇，这目前剩下一半，还是剩下一半，哎呦，这个地方我可以来，哪一个？哎、欸，拿过了。还有吗？啊，还是两袋。OK， 这两个啊。Fighting for summer。这两个也超红的，对吧？这两个也超，这样可以做那个吗？好的。哇哦。然后这边还有这一颗，也蛮红的。果然 Botania 啊，这玩到后面就要开始清新了。对。哦，他要。白鬼需要资源吗？白鬼木棍是什么鬼？这个漏斗看不懂东西算哦，感谢沙巴，算了，还是跳掉，怕不好。那个漏斗反而没有，没关系，我还是敲掉，因为那要是里面有东西的话就会。还有这个发射器好像还蛮那个，因为这发射器其实我还是会有在用，算了，先敲掉好了。我那边那两颗我敲了。好我剩余的那三颗，我敲了两颗。我需要。那你这边还有用吗？这边还有用吗？哪里？我觉得这一次捡的东西应该会不太一样吧，因为毕竟有比较多晃来晃去的部分啊。好嘞，还有吗？这边啊。等我一下啊。想睡了。这边想睡，太快了。太阳能这边，对，我看到这两颗，我先挖一下。
安，不要看我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要求？怎样？这是什么要求？你说哪里？哪里啊？太阳能板哦，太阳能板下面这边，啊、上面，快、啊、过去好了。过去啊，完全不知道哪一个是。那个，没用。哦，这里的，你这还有用吗？没有，这是旧尘封已久的东西。的东西，尘封已久的，尘封已久的。就是我的史莱姆 D 制造器，哦，哦，史莱姆制造器，什么？我这个 C 我怎么那么的有默契啊？哦，为了表你不遗余力，原来是，哇，好，好，原来是飞鸟的部分啊！哇，还有吗？对，对。很多钥匙我再重复三十秒。天哪，这个lag的情况真的是太恐怖了。嗯，沙子这个跳跃钥匙我知道，南瓜灯可以合成。我在想，我在想，如果说我读这个的话，它会更lag吗？什么哪个？因为说我在读那个那个表啊，不是可以拿来当武器？哦，你读那个你如果重跑性的一定会lag啊。哦，是我那个还是大家一起那个？大家，因为他在跑，那个等于是跑 profile 啊。好的，就你，就是你，搞了半天是自己、哦、跑完才会正常。哦、给他那个一下，给他那个一下嘛，反正我们是为了除那个，所以那个的。有点鸟，因为要除那个，所以那个了。除那个了，那个。所以到底这边是什么东西？你是说这个漏斗吗？那个 EU 的？那个还好哎、欸。那你到底你刚才说是哪个？先这样子了。哇，这批有够红的，这批有够红的。原来是这里啊！这批有够红的，每一个都三四百。哦，整批有够红。原来是我的。抓我们是怪专集中房。专辑中房啊，是时候要惩罚肥鸟了，请我们吃大餐。嗯，看这边什么？所以你要怎么惩罚？所以你想怎么惩罚？我，对，哪有鬼鬼叫？用箱子包起来的，哎、欸，所以用箱子包起来应该就没用箱子包起来就没事了，差不多。好了，武器店差不多就这样子。对，那漂浮，漂浮哦，哎、欸，没有哇，漂浮冰咖啡哦，你是很想吃东西？一个蝙蝠区还有在用吗？蝙蝠区、哦、啊，那个不是蝙哦，它哦对、啊，它有很多蝙蝠的。就是说 ，I am the best。然后我看到它这边还是满满的那个，满满的红红的。你想先哪边玩？等一下啊、哦，我现在包试图把这些圣怪砖全部包起来，所以你等我一下啊、哦。你十八是可以包起来，然后之后在那个再收到一个箱子里面去，刚刚好。哦，那是因为材质包的关系，所以不一样啊。我这个材质包里面，普利帕有些点不一样，很正常，不用在意。来送你箱吗？我好像已经有了，不要再送我一组了，我已经有四五组了。不亏你的木屑哈，我觉得可能不够。不会啊，不会不够。那去哪里呢？给你的猫。嗯，还有吗？啊，都没了。去混沌虫视角。你好了吗？等一下，我再把这些敲掉的说。我的天，这个，吓我一跳。啊！哇，这超红有没有？真啊，吓我一跳。为什么每次看都很痛？现在还会吗？痛痛的，痛痛的。什么？西罗很痛？没有啊，那个有人说他那个看台的音的声音都很大声。咦，奇怪。很大声啊！我现在锐利两百，超大声，都很大声。在大声什么？我
那不用回家、啊。瑞瑞两把超痛苦。大声。大声可以解决一切。好，蜜蜂。我看那边是。哦，刚那个是补回血用的，找到那个回血。还有这边上面的，我先把我不用的圣怪砖掉吧。啊，里面的、啊。因为这里的哇，我怎么看到有一只哦？那个是因为它。哎呀，猪人马上出现了。猪啊！我看一下啊、哦，那这里用纸箱包。看是右边这三颗，左边三个没，左边上这一排的没有。因为那有三个我已经关掉了，那个旁边的是因为是原版的嘛。啊、你可要包一下哦。哇塞啊，等一下我看一下哦、啊，那边。因为这个四百五，因为这个四百五百的。攻破。嘿。哎、欸。这两把刀借你摆。你摆。借你摆。然后摆哪里？都可以，你可以先放箱子里面，我到时候再。那个招雷者跟招心者。上次做出来晚的，差点睡着。我的天，蛋，好想睡，想睡了吗？依依想睡了。好啦，还有吗？两个就没了，应该就没了。很有趣。然后就四个。哇。好啦，我们既然清了这么多，应该那个程度应该会减少吧。没看一下，也是应该一点。你可以看一下，没有还是对啊，回升到从九回升到十一了。嗯，哇，有这，有但还是有点不太够。我晕，吓我一跳。我有什么看？我有看了一下，外边这边有点红啊。但是感红这感觉好像不大对，感觉好像哪里好像是。所以米神，你的那个出了什么问题吗？这个我好像不会按了、啊、我按不到超按的、欸、这个吗？按不到哦。你那什么东西在送？卡拉卡拉卡拉，现在卡拉卡拉了。那个米子，你那台就丢给我一下。吃巧克力啊，哥。这个卡拉，你说哪里在红？花儿为什么这么红？说。为什么是红的？可以啊，红的挖到了，挖到了。你要拆掉可以拆掉啊，因为现在基本上就是没有再让它走，已经没有再让它运作。我在吃巧克力啊，可以吗？好啊，对，送哪里红的吧。如果你们有看那个灿哥跟来 Lady 玩死魂曲的话，你会发现 Lady 已经睡了。对啊，我突然想到，他不是通通一直都在睡吗？喂、欸，为什么？都睡30分钟，30分钟这样。啊哈，啊哈。为什么第一次看到那个就是连花都在红着呢？花很红，真的是花儿这么红哎、欸？对啊，我想知道是为何花儿会那么的红啊？好了，米生你看看可不可以？那个伯坦尼尔，威霆，对啊，可以了，好，那就好。你可以卡一下，因为说我现在在那个，因为现在、欸、这怎么可能那么硬？这怎么硬呢、啊？因为我现在重扫一遍，30秒。哇，这么硬哦！红啊！这批怎么都红啊？我怎么看不懂？为什么会这样子？快！这批怎么那么红？就把它拆掉吧。这批怎么那么红啊？红的。是一片鲜红玫瑰啊，超红的，哇，超红的，对啊，相较起来绿 C 罗好绿哦，我靠，C 罗你早在草地里我都看不出来了，原来已经变成保护色了，过分，原来转一个头都是想要来讲 C 罗啊，聊天是讲的啊，不然我的事啊，聊天是嗨起来，原来聊太嗨哦、欸，可是很奇妙是你。你这边的花不会红了，没关系，都猜，啊，东西还你，哎、欸，你是不是要进来啊？不进来的话，我有点头痛。已经不是西罗，你要变绿西龟了吗？是发射器在红还是花在红？啊？是发射器在红还是花在红？发射器一定会红，但是说你右边、欸、你右边这一批不知道为什么连花都红，红的。
所为例，那不是他女朋友吗？他可能出枪 loader， 然后一直在 loader。一样的，出出了一只尾。是啊，为什么我那边也一堆花，但是我那边连有了，我这边连延迟都没有啊。至少我这只尾力看起来很奇怪。哦、我现在因为不知道干嘛，所以我决定在虫虫世界里面乱晃，晃一晃。虫虫世界、莫名其妙的获得了西瓜种子，搞屁哦！西瓜，那有没有鸡跟榴莲啊？鸡跟榴莲，鸡。马来西亚很多西瓜。啤酒慢跑。不要啤酒慢跑机，慢跑机。看你们是真的很想下一次的时候集体都点这个是不是？对，不是。看得出来你们真的很想吃那一道。可是我这边有一些红的，我这有一些红的是那。你还以为你要讲说你这边有一点啤酒慢跑机之类的。啊。太阳一波好像是要200，这是蜜蜂兽充好电了吗？稍微有点慢，我在等贝尔梦新的。我这真的是昆虫世界，如果我不是因为梦可会飞的话，这真的过起来很难过，会很痛苦，真的很难过、哦，真的超爬上爬下的。那我去挖矿好了，控制感真的没用、啊。我搞成耐久剩不到一半，乖。现在家里有没、有些虫不能乱打，是不是？会恶心失明是？有一些会哦。他可能抢先放效果吧。啊，就这两个。哎、有哎、，Overworld 现在变成17，每刻17 tick， 所以果然赞，也都改变了。原来西罗是绿的，为什么突然变成我这边？耶、yeah. 啊，这身绿色很适合你呢。不要不要，不要。我得忘了这个量子连接舱、这样我要去钓鱼好了。反正这个世界对我，没什么，这个世界对我应该是说。Wait what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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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离开了？你是闪退是不是啊？闪退吧，我在被针对了，太胖了。原来是闪退鸟啊！喂，原来是闪电鸟啊！闪退，闪退！哇，厉害！闪退鸟，闪退鸟。可是因为我这里没有放，这边完全没有太大的想法。原来飞鸟升级了，变成 enter 鸟了。我这边再弄个30秒，我这边再扫一下。来看 A 的亚蜜蜂喽。我再扫一下。我穿绿的，我现在没有，好不好？好，抱歉，我应该我现在一片蓝的，没有绿的。耶、yeah. ！但我们知道 C 罗心中永远是绿的。你从头到绿的像一片绿油油的草坪一样。超捷径养蜂法，啊！超捷径养蜂，超捷径啊！我在这时候放出了 Pokemon， 我在搞什么？你在搞什么？你给我回去！想要跟别人打是不是？都是 C 罗害的，搞屁事啊！都是 C 罗害的，搞什么事？哎、欸，我很想试试看这个长在杀虫剂一样的东西到底可以怎么用啊？试试看吧。哦，哎，爆死鸟吧！闪退鸟，闪退神奇宝贝，一进速器就可以让速器产生大量萎缩。哇，还是闪退鸟呢？是闪退鸟。原来是闪退。然后我把它抓起来。哎呀，我神奇宝贝全被闪退了。蜜蜂可以透过机改，然后改造它的基因这样子。
压，让它变得适应所有环境。有很多东西可以调啊，像是那个，我等一下我叫怎么用？按右键吗？是那没有。Where am I？ 杀虫剂要怎么使用？对着怪，对着昆虫按右键是不是？接一只 A 人的。不，喷下去。不，你喷下去好像是昆虫会远离你。它那个蜜蜂可以改的，其实很多，像是品种也可以改。哦，原来是驱蚊之类的吗？然后生命的长度啊，然后制造那个蜂蜜的速度、授粉的速度，然后吃什么食物，然后还有那个叫什么？我要怎么使用那个？什么那个要怎么按呢？下一代会有几个工蜂这样子，然后什么？我该不会是频道数不够吧？我来到一个好像是迷宫的地方，然后我看到有一个作者的书本。啊，对，那个作者的书本是、那个 territory 是什么东西啊？我也看，没人看，不是很明了。我就算了，没人看没关系，至少我玩的开心就好。超出电信范围。那个我的橱柜现在正在调整、那个活动的范围了。你们橱柜正在，我橱柜正在调整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多加了一个量子桥，感觉只是它就无法运作了。它 crash 了吗？感觉只是单纯的驱虫而已。我忘了它频道数是怎么样搞的。还有那个适应的温度啊、湿度啊，晚上会不会工作？是晚上，白天会不会工作？晚上会不会工作？然后把量子交叉，可不可以在有没有在熊啊？雨天的时候工作，那可不可以在那个上应该叫什么？哦，这只是给我史莱姆有没有血巨训吗？那叫什么？血就是可以在室内工作，应该是说在也不是室内，就是他头顶上。要不要见空？能不能不见空？对。好，先这样子吧。好难翻哦，就是你讲室内好像也不太对哦，就是一个风箱上面可不可以堆东西这样子的、啊？能不能被阻挡？不然的话就要见天空了。对，就是这样子，基本上可以改的就这些。产物的话没有办法，产物它都是固定。哦，现在不错 ，Overworld 现在有16 tick， 是可以吃的。耶、我们回升到了标准范围。基本上机改会有一个很大的盘子，然后你那个大盘子，你按 Shift 它就会列出可以机改的东西，有一共有13项。我要再去看一下父亲到底是怎么偷师傅的。有时间法，没错，一直有人想要玩那个 Creeper Old Man 的名梗。不要了，我现在台已经刚刚结束了，就不要了。本来就夸张的掏家包。可是养蝴蝶跟养蜜蜂它是分开的需求，因为养蝴蝶你必须要用灵验它原本的机器，可是养蜂的话，它有一些附加模组，你可以用附加模组的东西去。像那个电子蜂箱就是附加模组的东西，哇，因为林业本身，林业本身的机器它不是吃电的，它就是传统的蜂箱，而且充电站，它不能插盘子，它可以插那个让蜜蜂生蜂蜜比较多的道具而已。咦，为什么卡卡的？总之，为什么卡卡的？总之，因为你绿。什么？没有回应，呵呵，啊，因为你还不够绿，没管没有回应，他 zero left 了。你看，你要接受你的命运，掰的吗？接受你的命运，等你 left 了，我是 left 了吗？西罗 out， 哎，真是嘞，是哦，该不会一条 channel 不能加两个量子桥吧？因为我没有开台，如果有开的话，我的盘子插了9个基因。强制停止连线。我也拿到那个七彩的种子了。强制也吃，烧到，真好。大的基因盘可以。好想吃啊！我饿了。没有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我断了，我断了，断了，我们都断了，我们说好的没有那个了。哎，这么 close 的。
服务器一关是个爆啦 ，close 就没有所谓的那个问题。是不是听到烧有人在吃烧肉就撑不住了？他饿了，他去吃东西了。听到烧肉他受不了了。看，是时候该周末揪一团吃烧肉的。而且那个林业原本机器要做机改的话很麻烦，你必须要用大量的蜜蜂去抽 DNA 的液体出来，之后投到另外一个机器，太夸张，然后再去做其他步骤这样子，所以它其实没有像附加模组这么方便。然后蝴蝶的话就是只能用林业本身的机器去做机改这样子。放心，机改不会对口味造成任何影响。可是蝴蝶机改的话，好像就是改塑粉速度为主。哦，对啊，蜜蜂也可以塑粉，你只要那个蜂箱四周养一圈树就好了，然后记得树不要盖住蜂箱正下方就好。嗯，我现在好难过啊！我这边停水啦，因为你绿的嘛，是啊，要停两天啦。说什么那自然水公司那边要那个整理管线哦，该储水咯，来不及了吧？已经来不及储水了吧？已经该买水咯，已经停水了好吗？已经停了，抱歉。对对对，该买水咯。晚上吃烧肉是正常的啦，可是这个时候突然跑出来炫耀说他在吃烧肉，感觉有点该让他请客。你说谁？聊天室有人说疯过吃吉娃娃，到底是那个是那个什么？那个是狮子王的那个梗啊啊，是笨呀的那个、啊。嗯，啊，狮子王阿吉爸爸。哦，那个开始那个啊，他还有另外一个什么？那首歌现在变成超级母汤梗哎，就是跟 To Be Continued 的感觉一样啊。那首歌去查，各位有兴趣自己私下去查一下，就知道为什么它被用在比较母汤的地方。我好像没有记错，那个好像是狮子王的那个吧，没有记错。对啊，刚刚那两首都是，都是吧。可是如果是、哦、我要继续讲蜜蜂的话题，干，有点无聊啊。蜜蜂到底，蜜蜂好吃吗？可是如果是、欸、没吃过，如果是那个水蜂的话，就是那个挖水的蜂，其实可以直接塞进蜂箱里，只要它的那个有插那个大海的那个地气候，大海气候的盘子就好了。我还以为想说大海神针的，好了，可以入场了。大海气候，哦，好。可以入场啦！啊、哦，入场费呢？没有，奈免费，奈的都要全免费。入场费、你要我全都要？你要缴钱的吗？通通都是别人买单。为什么？哦，原来都是别人买单哦。哦哦，达到了。免费仔。你要既然上来了，我在我家我就拿个蜜蜂来对付看看好了。我觉得好奇怪、啊，为什么这真的连不上去、啊？我要换一个不一样的，我要把我的。该不会这个基因样本是直接抽取完之后那个吧？然后、哦啊、然后自己混蜜蜂。蝴蝶改的东西好像也是蛮多的，就是蝴蝶的 size， 蝴蝶的体积大小、生命，然后、应该是不会再。我不知道他那个 production 到底有什么意义呢？哦，回来了，是不是都在闪闪发亮？快！各位观众，三条音。哇！它基本上可以改的东西跟蜜蜂差不多，只是说它多一个 size 这种东西。哦，突然间听到三，会有哪一个量子奇影回来？
我想要抽到物种的基因形态，但是那个是最难抽的。What is that？ 你是说那个 species 哪一个？基本上就是 SSR 之类的。Polar 的 species 啦。SSR。因为我在想，就是确保这个东西都是误差用的，这样以后如果老满了，还可以马上复原。哦，你说物种、啊、还不用重新再配一次啊？我觉得这个很好抽哎、欸，真的是还没有人都上线啊。因为上了八个，之前在抽那个，就是夜间行动那些时候啊，都常常抽到那个。恭喜抽到，然后我的画面有点 K K 的。没有啊，那个只要抽一次就好了，不用一直重复抽。什么？哪一个？哪一个？没有，因为那时候在抽那个，因为我不知道物种，在抽别的东西，可是他就一直跳物种给我，就我想看是哪里。那个养成好习惯，每个都要抽物种啊。我说那个瓶颈哦，物种哦。为什么 YB 家的快龙在我这里啊？觉得 sample， 你又觉得 sample 这个东西，这个什么 ？YB 拍谁领导的快龙？对不对？这个量子起点真的让我有伤透脑筋，这个我再去爬一下。我的，再看一下，哇，九人数一多，一瞬间跳到17去了。为什么知道是我？可恶！因为那个 Pokemon 上会写名字，是谁的快龙，谁的 Pokemon， 然后等级多少。哦，他就写的 YB 的快龙 level 50，灰尘山，什么东西啊？古菜想逃，逃不过。灰尘山。这是什么鬼？这个是用过的。这感觉好像垃圾堆哦。OK， 丢上去。这是怎么看起来那么像垃圾堆啊？有个东西飘上去。到底是过了什么？那个吸尘器的管子啊，什么？什么东西？看起来超像都是堆的那种，怎么会有没有体能呀？哪里啊？还是盗版龙猫？观众太会讲了吧？真的、啊，盗版的。我也是因为没有枪 loader 的问题，真的包的实在了。盗版在哪里？好像有看到。我现在无心机啊。哦。不去，你要看一下垃圾袋吗？不用啦，我在养蜂啊。还问说要不要垃圾袋，这个真的是很靠北。我在养蜂，还要停下来给你看呢、啊。被骂爆。哦 ，C 罗。啊。哎呦，这家伙不需要通道，那为什么我会失败？这个到底是为什么？到底是为什么？到底是为什么？肯定是我太弱了。为什么？ What？ 啊，对，没有错。What？ 今天这一集的主题已经做好了 ，C 罗已经绿了。我操！他本来就绿的。C 罗是绿的。我总觉得肥鸟比我还绿啊。为什么？不好意思，我比你肥，我比你好吃，但是我绝对没有比你绿，好吗？因为他现在全身都是绿的啊。小大，不要只是有几率让你获得沙门氏菌而已。啊，你说生的鸟肉吗？生的那个鸡肉，生鸟肉，就鸟类没错啊。生鸟肉，他们。我在昆虫世界那边弄一弄，下一次出来的那种啊。我现在昆虫世界这边晃一晃，下一次我就要盖一个那个专门是卖那个昆虫的那个食品之类的东西。为什么我这个模板不能用了啊？为什么？你要喂肥鸟，那个东西你要喂肥鸟，因为现在在调整当中，好吗？就像是 C 罗加自来水在调整管线一样的感觉。别说了。没错，我很难受。然后我的那个虫商店里面还要特别写说，那个是贝尔强力推荐。有强力推荐，
想吃新鲜的时候我都来这里的。为什么一个风暴在那边啊？问号。哎，我的水桶被咬了。哦，其他人的 NPC 吗？这个是为什么有人 NPC 想要用我、啊？我不知道。能的多。是，你怎么这个放错了？可能哇，这个红的，等一下，不要，还没挂了。挂了。哎呀，哎，这是商品不要跑。什么商品不要跑？商品不要跑。等下商品会吵。啊！被断了，快网断线了，断线了，一个断线。我们采轮班制。沈退鸟在网之中来回去行，而沈退无影无踪。但至于蛋也行啊。说 C 友，你刚才是复刻蛋复到了沈退鸟？没有啊，我没有，刚才复了一颗垃圾袋而已啊。真低垃圾。为什么这一直失败？嗯，我一打算去看一下这个垃圾袋。这个量子环真的让我觉得很头痛。嗯，我到底是问题是？你要怪鱼，要怪垃圾袋的地方嘛？再去看看。买鱼的这也够垃圾的。谁要买鱼呀、啊？真低垃圾呀！哇，垃圾生物！虫虫料理店什么的感觉，月八年会最常光顾。嗯，对，我爱的聊天原来是这样子啊！哦，没错，超坏。哇，我这倒是想用那个用孵蛋的方式来复制全图鉴，神兽厨、欸。哦，有了，原来是这里不能再放一个了，原来不太不能再放一个，我靠！再帮你简化一下，你就以后叫神厨吧。再放一个，不能再放一个 ME 控制器啊！你该不是说，欸欸、当然啦、啊，因为说你这个跟那个是连通的、啊，所以这再放一个，它不是冲突了。我发现，呀，我用，除非说你要用 P2P， 挖矿也可以挖到原矿下来。除非你要 P2P 系统啊。抱歉，下我那个，换你那个八七了，里面有什么？后面叫波波胎是什么东西？喂，不会吧？还在创造这代啊？对 ，cultivate 生命周期很短。Using Bilibili 什么？哔哔射杀什么东西？哔哔哔是什么东西啊？我的手里剑。啊！哔哩哔哩。哎呀，太多鬼怪了吧？鬼怪，太多哔哩哔哩了吧？啊，太多哔哩，那是武器名称啊。So many， 你怎么那么多哔哩哔哩怪可以打？回缩。没有，主要是他杀的怪都是我们的。哦，没错。我听到后面旁边一直有人在念经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念经。为什么我家这边就把，我传送点这边马上就有 boss 血条啊？没有，我在玩史莱姆的那个年块。哦，原来是史莱姆年块。好玩。好了，我该我的今天的标题打的是 F2， 但我到现在都还没有碰到 F2。可以，你 F2 了、欸，这很肥鸟。对，可以，这个很肥鸟。因为我想想看，还不错，还做的。既然我把我的小人偶全拆掉了，这代表说怪物会来，那我来做一个防怪物的好了。哦，我决定让怪物挖矿的。Weakness， 啪，看看火把的力量。力量。啊，我这边有蝗虫，自己正在。哦，那个火烤蝗虫了，哦，自主性的，他自主变成了火烤蝗虫。哦，他好开心被你做成那个食物哦。为什么是食物？因为蝗虫它会给像炸那个、啊、像那个鸡那个鸡翅一样的东西啊，就是之前那个蝗虫腿啊，风暴不是有那个吗？对啊，给大家看过，烤鸡翅好吃。说出来说那个、啊、商品不要跑啊！
我们商品系列，主力商品炸鸡翅，不是。我退货 ，F2 有一个，哪一个？对，就是有一个和平模式的一个。那个效果机器，只是它首先要集齐各种物种啊，像那蘑菇牛啊、僵尸猪人狼啊、蝙蝠、山猫，现在手会闲。我们没有蘑菇牛啊，我们没有蘑菇牛、欸。钻石，各位。你要钻石吗？等一下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。没有，我这边发现钻石，我要用我的钢丝挖起来。蘑菇牛蛋能不能用小当家机器买啊？可以。可以哦，可以。等我一下，那我先来，我来做这个好了。我记得可以啦，不行的话不要怪我，因为很久没有开卡了。看一下，我先拿好我的。可是我记得，拿好我们的。我记得动物都还蛮贵的，到好几个绿宝石。有到10000个绿宝石吗？没有啦，就那就那么贵啦，就可能10块钱买一个啦。对啊，我快一颗，最多就是64颗。嘿。看一下哦，有哎、欸，兔子啊，我先看一下，需要被炸飞了，吓我一跳，吓我一跳，有人被炸了，嘣，炸飞喽！没错，火烤就是美味，旁边的标题就像这样写，贝尔强力推荐，火烤就是美味，狼跟蘑菇牛，其实我需要只有狼跟蘑菇牛，炸飞啦！我以为你，我还以为你狼跟蘑菇牛是轻小说的名字哎、欸，雨欣。强烈的把它弄那个水，狼与蘑菇牛，呵呵，那个时间听起来超像的、欸。你饿了吗？有吗？等一下，我没看到蘑菇牛啊，我只看到一般的牛还有羊驼、那就没有啦，抱歉，就没有啦。我们要去找蘑菇岛了，各位。我们需要去找蘑菇岛。好吧，至少我发觉了一件事情。可是等一下，我首先开我的地图，想不能在这边开。我回去开好了，反正身上也满的。我现在跑的点还没有发现蘑菇岛后面。蘑菇岛也挺稀有的，就跟丛林一样。对、啊，我们丛林有去过吗？我们有吧？有啊，有丛林啊，我记得有丛林、啊。哦，好像有。这边有蘑菇牛啊。有啊，丛林还很大一片呢、欸，这是丛林，真的这是丛林，对，丛林很大一片。大一片。对啊，刷这个，我要的话我可以，大家都离线后开始跑了，是没有差的，反正就顶多就断线嘛。蘑菇乱跳，原来是顶多是断线啊，顶多就断线嘛。对啊，因为美丽圣洁宫，美丽圣洁。等一下，美丽圣洁弓箭是不是我之前取过的名字的东西啊？怎么了？对吧？美丽圣洁弓箭。等一下，那个弓盖不是我的吧？我找一下，你是不是拿我的弓箭去射别人啊？哎、欸，没有，哎、欸，八四，哎、欸，对 ，YB 有跟你同样的想法，哎、欸，没有同样的童年啊。哎、欸，我现在我有做同样的东西啊！原来你们有同样的东西啊！我天，晚上好。可是我的是短，是那个小红帽恰恰是。没错。是啊。哎、欸，原来每个人都有同样的童年啊。对啊，没有发现蘑菇岛哎、欸，要的话就跑图了。对啊。然后我跑很大一片的，可是没关系啦，用买的就好了。买不到啊。啊，没有啊。买不到。刚刚肥鸟不是说没有吗？想要的话 ，mushroom 就买的。rabbit， 哦，缺什么？就是买啊！这是鱿鱼吧？这是沙小，这马，这鸡，这牛，这是鸡，这是鸡鱼牛马还有什么？对啊，没有了，要找。哦，对，我突然想到一个，最近研究到像是前面有那个幸运表达要来挖钻石。我这边有两个原矿，还是要有人水啊，上个厕所好了。还是有人要那个 N 倍化的 N 倍化处理的、啊。嗯，哇的！我最近好像在玩其他包的时候，发现你附魔给有耐久值的，就是比如说
Mechanism 的那个分解锤啊，或者是 Thermal 的一些工具，它不是会用耐久值代表它的电力吗？那种要是可以附耐久或者之类的，好像也可以最后几户让它的电量减少，消耗减少。如果附得上去的话呢？呀、yeah, ，我们有我们的万能附魔台，高级附魔台，可以附的就可以附，不能附就不能附。哇，好多个，五个，能不能附呢？他们有些会自己打。哦哦哦哦！哇，感谢感谢，他、啊、这边都给你，丢超多东西出来的，等一下。哎、欸，你们有看到怪的地方吗？没有办法，有机会那个。哇，那我在想说，其实有没有办法那个？那什么绿色的那个？可以呀、啊。嗯，好啊。只是我在想，那个牛的生怪砖，它有没有办法有几率出蘑菇牛啊？嗯，蘑菇牛啊，这个好像，好、欸，它如果在蘑菇岛上生成啊，不对，那还是要找蘑菇岛啊。不是 啊, 啊, 啊，还是说你要在那个菌丝土上生成？哎、欸，会生吗、啊？没有吧，那是生态域关系吧。是不是就在蘑菇岛 only 吗？感谢订阅，看一下，完全不确定到底是不是在这边找这种东西。他是说生态域的菌丝土上，但是跟厕所合到一文字，我合到一文字。YB 使用了合到一文字，杀死了，我垮掉了。到底没有看到一文字，我都不知道。哎呀，一直按错，怎么一直按错东西啊？然后是我又 K 了两下，按错，然后我又那个两下，卡卡的两下。哎、欸，我一手看到这个东西，不了。Diligent， 等一下，我四八四掉掉掉。哇、哦，这速度真快啊！哦，这个是。杀人蜂的神怪穿而已哦，我也是 BOSS 房嘞，真是杀人蜂，杀 ，kill it， 你有病吗？该看医生哦。啊，咦？啊，谢谢，可是我到时候应该会塞仓底啊，因为我自己用不到。我不想打这个不会掉经验值给我。也拿着仓库很多东西，我到时候会塞。好、哦，先不可以用遥控器啊？是吗？好像还真的没有哎、欸。他们从世界一直都是感觉有看到有 BOSS 的迹象，可是实际上找到后面又发现什么都没有。实际上你根本找不到，不知道什么。对，真的是要找不到的、欸。他明明就一直有显现出那个血量，可是。喵的，你到现在说在地底啊之类的，地底吗？这一台吗？就是那种你要找都找不到那一种。这台石洞，这一台。嗯。哦、oh, ，好。我觉得好像。取货。哎、欸，怎么有？哎、欸，哦、oh, ，Gold Dust。OK， 试试看。Try it。好酷哦！这是哪个模组啊？来试看菌丝。上面可会产它。你说把牛塞进去吗？你说把牛塞进去，把牛放到菌丝土上面吗？他也把牛塞进去，只要塞到哪里？对吼，那个牛在牛会吃，哎、欸，对啊，牛会吃草吗？他是不是在？不会，不会，只有羊会吃而已，只有羊会吃。只有羊而已。我还想说，牛在菌丝土上吃菌丝土，会不会把牛吃草？毁灭的喷射白光，毁灭的喷射白光。你都取了多少名字？啊，你这个应该要用那个日文会比较有感，所以现在就还不错了。已经来不及了。哦，对啊，蜜蜂做机改的时候有一定几率会失败，失败的产物我什么事都不能做，就是一个垃圾。是个废物 ，West 了。对你拿去对他点合成表出来看，是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不能做，就是一个垃圾。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不奇怪。外边你可以弄一个叫橙之内火焰的。为什么是火焰？因为那是很没有屁用的招式名称。橙之内火焰，他们那个名称全部都是他们自己取的。
吓我一跳，喷到我身上了。所以海马在喊这招的时候，他只是用他的中二思想帮他配上这个名字的。欸，所以肥鸟这边真的没有那镜之图的，就那个我家有，请拿一个就好了，因为我没有量成痕，可以放在地板上，再用四手之术就完完美美。欸，可是我那个我们这边那个沙土它是不会延伸变菌丝土的，你一定要泥土。我知道。哦，好，谢谢。我这边是一定会拿我的泥土，你必须吃土，因为我泥土也没有很多，所以嘿，对，泥土是还蛮多的啦。初期住这边就是这种满满的沙土，觉得很干。我在只能先找一个地方先。还好沙土可以种田，要不然我会枯死。什么沙土？就我家附近那个土吗？你说那个淤泥土吗？我都叫沙土了。哦。还好它可以种田，如果是泥土才能种的话，我一定会。如果连种田都不能种啊，那就就是根本就气死哦，气死。好了，我们可以来试试看一下那个拿下面那排的就好。不是啊，我现在有啦，所以好吧，我觉得这边真的是没什么东西。回去下面这排牛，牛，嗯，都是牛，西域牛。就在卡通频道，工商两千，这些都是牛，都在工商卡通。元素这块台湾的跟原版的名称完全不一样啊。你是丢蛋上去吗？对啊，丢蛋上去啊，还是都是牛？我这里有16只牛。嗯，刚刚拿出来的粉放上面，刚刚拿出来的说细吗？这个吗？狗狗哇，真的跟颜色不一样哎！那个七彩花真的是每次颜色都不一样。铁吧？真的啊，七彩花每次都颜色不一样啊！我刚拿到了两个，我再种上去，直接看它在那边发。亮光不一样，然后铁应该是没办法在上面待一段时间的，应该是真的没办法，是没办法。跟黑石英有没有拿到铁？粉碎玉碎大，我没有拿到 Iron Dust 啊，我没有拿到。我现在发现我没有装 Simply Jetpack 哎。我完全没用到，一开始就被 Back Design 还有 Monk 取代了。Simply Jetpack。布鲁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怪特多拉古，布鲁埃斯，怪特多拉古，你还真取了，布鲁埃斯，怪特多拉古，蘑菇牛，等一下哦，我搜一下，蘑菇牛，来看看，而且刚刚出现蘑菇牛，然后会自动跳字，蘑菇牛排。没有吃牛。你饿了吗？你好饿的感觉。摇摇摇摇。蘑菇牛不会在其他生态域自然生成。嗯。伤心啊！伤心。有人说它只会生在蘑菇岛啊！我们要出发的，各位10点准时下班，好让我跑图。有人跑图去找那个吗？好，没问题。看来一非常需要这种那个防身怪。为什么那个麦克的官方围巾那么累？嗯，这好少。所以我是不是也要开始玩 immersive 了？我这快要没东西可以做，该用的都已经用了。为什么出那么多？我刚刚有挖那么多铁吗？试下。哦，能呢、欸。嗯，我现在只要吃一下面包了。我、嗯哦、完了，我你把自己干贝化哦，有哦，因为我刚好挖那么多，我就把自己给不行，他没办法玩这个。Okay, thank you。什么东西干贝化？所以如果没有了，我把刚刚挖到的矿给杰森处理。这时候就要丢给悟星了，他的养蜂没空啦，他养蜂没空啦。那我要飞回去。感谢杰森，等一下，我来包。
我一般没办法放。我怎么好像又孵出两只伊布啦？不要变伊布了。一只伊布都没有。没关系，西罗有，西罗有。嗯，可以啊，没问题。超多西罗，我看到那个奇怪的画面，凑一对。我看到那个奇怪的画面，我在风破的屋顶上，就是他那个竹桥那里，但是他突然冒出一个名字，叫做那个女神的衣服十六等。别再喊骚扰了，我好想死了。你有看到吗？我看到了。女神的衣服十六等。你是塞在里面是不是啊？没有，我是把隐形了。他隐形了，在这里，他就这个是米神。米神的鸡翅膀。什么？哎，米神的衣服十六。No！ 要死啊！你把他打出去了。为什么要放？是是你们很坏耶、欸！米神的鸡皮。坏。米神。灵魂什么东西？被闪电击毙，灵魂灵魂建筑者什么东东的？哇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这个足球啊！哦，这个我们上周的时候就已经惊讶过了，你现在没惊讶会不会太过？再惊讶一次啊！不是，我真的没看过啊。有吧？我真的没看过啊！我上周才看过，你上周才看，我上周不知道啊。上周我才惊讶过，然后去这一次。哦，有人取了一个，有人取了一个非常好的名字，我决定跟着用这个。哎、欸，这个是用刀的吗？我以为是弓箭呢、欸。小咪咪呀！哦，感谢订阅。等等，我先。噔噔噔噔噔。噔噔噔噔噔噔。嗯。好了，蘑菇岛可以雇佣，可以雇黑科技公司吗？找到吗？好，我要先去找东西砍，所以我要先去地狱一趟。好，我们不需要这样找哦。我们要不要直接我？还是我还用 RF 2来创个蘑菇岛？有办法吗？可以啊，但是你要慢慢找到那个生态、啊。对，好，先回去。总结还是要找，还是得找，我还是得要找。嗯。创谁说要伊布的？这是错的。还是谁说伊布的？洛里，洛里，错了，错了。嗯嗯，我，嘿。来啊，来我这里啊。来呀、啊，走的，来呀，冲呀，冲来呀，冲过去。跟着 C 罗叔叔走，他会让你送你一只伊布。嘿，好难，我走。听起来很不太对。听起来很不大对。警察先生。啊！你要就是这个红鸟，啊！你记得拿个两只啊，这边交换机，交换机先生就是他，抓他，抓起来！我没有宝可梦可以给你换，你都掉里面抓不要的，我都没有抓不要的，那你现在可能要现在去抓个两只，先抓了，先抓了。你先抓个一两等的跟 C 罗换了，这样是你赚到嘞。我刚听着你先抓个一两打跟我换，一两等，一两打是要干嘛啦？一两打，你有给他一两打的蛋呐、啊？没关系，我现在也只有这一把而已。C 罗说：“来，都给，都给，通通都给。欸欸欸欸”我附到一个好特殊的哦 ，special。那我附到这只好特殊的、哦，为什么这里会有个蜂巢？怎么这个生态吧，有点龙，像龙的感觉啊！我要不要把这蜂巢带走啊？免得这里的变形怪都一直吃蜂蜜的针啊！我的一步一直在那，我看在招。不会啦，这个版本蜜蜂不会主动蛰人，这还好。哇，我还没有把底看下这只、欸，不会哦，这只是那个什么、啊？哦未知图腾欸，对呀、啊，未知图腾欸。好、哦、抱歉，这边的不欸，我现在看到是未知图腾欸。我不要健康跑步感，好可爱哦。嗯，好笑，我这个我要去混沌城市才有用啊！天哪，未知图腾好棒哦。嗯，我还记得我的变形怪又死了，所以呢。嗯，所以我是被超梦打死了吗？对，超梦被我打死，然后变形怪也不然被我 K 死。哦，
哦，对啊，那个混沌虫世界很多啊，很多 boss 的血量条，可是我瞄的我们遇不到几个，应该只有一个是我们有看到的，可是那一只也是莫名其妙就看到的东西。哇哦哇哦哇哦哇！哎，我想问一下，太阳一步是要怎样进化？你好感度200了吗？200啊，200啊。这个也没有。在白天的时候升级，超多蝴蝶的。那怎样升？神奇糖果一颗送给他，啊、就算了。什么？啊，要200-220吧？没得啊。嗯。讲清楚，说明白哦。请问是200还是220呢？你的好感度多少？200啊，现在。再加个20。你想要插字是不是？对。可是那个好感度是带在身上，它就会自己加吗？还是说要经过战斗啊？放出来。要放出来。放出来给他逛。然后我看到他血量很痛，我要去治疗他。还要逛，可是因为不是有个道具是会增加亲密度，叫什么安抚之灵？呀、yeah, ，我要去治疗他，我是不是要？我都会拿那个把它放在 Pokemon 身上，然后带他们去打、oh. 打怪。哎、欸、，C 罗，你说差字符要多少才会？没办法，220啊，无法接。无法遇到、哦、安抚之灵是放在身上会有2倍亲密度啊、哦、安抚之灵是那样的效果，嗯，他就写增加亲密度什么的，我就啊 I will be come back to new episode。 可是我觉得加很慢耶、欸、因为像那个阿哲我就塞给他说他加好慢，没有啊，神之类的下巴下巴如果这样子，其他也算会增加吗？还是我遇不到可以让我砍死会跑出名字的怪、欸，原本可以找到的，现在找不到了。对，你需要一堆命名牌，先帮他取名字。有没有啊？你这样就可以双重留言表啊，不错吧？我家的阿哲是不是卡在原地啊？遇不到，找不到哎、欸，原本都还会遇到的，现在，嗯。啊，别走，别走了。这个渣子，好牛！我需要治疗。Nope。哎，怎么是两只啊？我的、啊，一只我的。我找不到。我现在想知道这个未知族人，他到底能不能生蛋？我在想说，为什么我一开门就看到一个有翅膀的人在我外面等到我？会飞，还有他什么属性？他什么的？哎，幽灵哦。啊，I don't care about that。我是主人幽灵系的。Hey guys，可是如果放出来，可是如果我乘坐它，这样也会加吗？没有，主要就是放出来就可以，放出来就可以了。要放多久啊？他放一段时间就会加一这样子。哦。你看这回血是不是啊？加一。哦，找到！这是个会被 ban 的加一大侦破、哦，超能力哦！超能力系，超能力系要什么地方？哎，这个不会吗？什么？这个不会砍死有字啊？哎，没有哎、欸。哇、哦！不是要有那个怪要有名字才行，不是吗？对啊，有，可是有些它本身看起来就像是有名字一样啊，一副名字一样。Man 啊，玩错，玩头，哎，一副高等魔物的样子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未听否则了？为什么？嗯，发誓有人在跑图啊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在迷宫里面。在迷宫里，我孵蛋塔了。打败四色守卫取得道具后，才能够开启在迷宫中央金字塔的顶关入口。我想问一下，谁的管家叫风风？哦，你说在那个仓库那边那一只哦？
不是哦，他是在传送门的传送门那个那边。对啊对啊，那个是仓库那边啊。你还在仓库那边啊？我突然想到小地图的位置怎么让它改位置啊，因为我不想让它在右上方。刚好想很久，就像我的一些机器我也想了很久。我知道是 setting， 但是那个 setting 里面好像有一个期间限定。期间限定的吗？来期间限定吗？请问有限定吗？小地图还要期间限定才能调啊？有那个蜜蜂有期间限定的。哦，是有期间限定，那请问一下有限量吗？蜜蜂有啊，就是有一些蜂种你要在指定的日期，3月29日到4月15日啊之类的，还蛮多的，好像3-4种吧。什么？小地图，我记得是你按 J 进去之后那个 option 可以改的样子，我不是很确定，好像可以改。那个日期专属蜂，请问一下。有没有其他办法可以拿到？用指令吧，也直接开创造吧。哦，直接开创造，只能靠创造呢。我发现我要去找丛林蜂了。你叫我的你有丛林吗？你可以去 Pokemon， 你可以 Pokemon 的那个梦幻区。为什么？不是要热带丛林的那种。应该是吧，因为说我看到一堆丛林木影。为什么我的小地图跑不出来？你的小地图，如果是 jungle 的话，就可以试试看。jungle 应该，我不确定是不是。jungle， 我在想还是说那个，为什么你们一副像是幼教儿童美语的那种幼教节目一样？Jungle J A， 对啊，我小地图跑不出来，为什么？脚错 ，Hello E J U N G L E， 你是要找那个绿色蜂巢的蜂箱的 ？Tropical 啦，对啊对啊，绿色的，对啊，墨绿色的感觉那个，那应该要去 Jungle 才找到。我想一下，那个叫什么啊？我知道沙漠会比较多那种有名字的、啊，所以说我们家附近哪里有 jungle 就行了啦。往 jungle 的方向走，西边一直走，会经过三个史莱姆。我报坐标好了，坐标在哪里啊？坐标嘛，-14183386。好的，这个地方死路。可是我记得沼泽也会有啊。沼泽的话会有 marshy。找的就是好像是两种吧，黄色跟绿色都会有。202哦，1418也太外面了。哒哒哒哒，在地图之外。嘴盾是什么？嘴盾应该是嘴炮之类的吧，我猜。应该是吧。140638耶。好，慢一点。我是看到一堆蜂巢啊，可是都是小张家的。为什么是宇智波带土？啥带的？他命名的吧？应该是。外面家发疯的是在砍怪物。火龙的咆哮，又跑到腰尾去了。行。对啊，我现在有跑图，最近就是那一个点啊，其他的都在，至少不是火龙的口臭之类的就好了。你那么快？中介龙的口臭，真的好臭。好像很多这些，钓鱼好了。然后之后再去找丛林蜂了，然后就没事做了。然后不行了，一要跑图了，一要跑图了，看完全找不到，算了。看来我要先回。谢谢大家，今天直播就到这边，喜欢就订阅跟追随，下礼拜见，拜拜拜拜。拜拜。哇 ，YB 那个问题的话，那得要看看那位火龙的咆哮的使用者，他有没有喊英文？我们是妖精的尾巴。然后BGM要开起来，所有人热起来，他就会赢了。不管怎么样，热起来了。啊，搞了半天，我还是找不到一只有名字的怪，直接让我砍死。
在我不需要的时候就在我不需要的时候一直冒出来，在我需要的时候就直接。他不是他不愿意让你出现，你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传送灯为什么不会动？真？哦，好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不用。啊，大家晚安。哥哥啊，哦，在哪儿？在哪儿？哥，嘎嘎，模拟飞鸟是不是？模拟飞鸟是不是？要模拟我，先去吃个一百次小吃天堂吧。嗯，我总觉得你就是想要先预备好下一次吃东西的地点。真的啊，我麦克风安静，抱歉。哇，对吧、啊？因为上一次我们立了 flag 说下一次是不是台北，我们就真的下一次就去台北了。所以我们上一次说完，我们要去新竹，来，再来抽。注意，我要开始跑图了。开始跑图。我先准备食物哈，等一下。先准备足够的食物，等一下。哪里？这也是封破的，我还想说。Where are you? 你是隐形的、啊，我现在看得到你拿的那个套索、啊。哦、oh. 欸。哎。哦，烂梗。可以弄出来。啊，猪这么少。猪这么少，多养几只啊。不是，因为我猪肉是用那个箱子抓的，陷阱箱抓的，所以我没有想到那么少。干嘛提皮到？所以我说那个想要伊布的嘞，等一下，哦哟，还没抓、啊，我还在练，不是什么东西，抓一抓就练，他在练，抓一抓就开始练起来了，完全忘记，大北太好笑了吧。一心三意，我想说那个啊，他不是有人说就有人跟我说他要吗？怎么都不见了？有啊，洛琳一直都在啊，只是比较安静。原来他是跑去练了。嘿，原来他是跑去练了。好了，我应该先看一下我到时候还有哪边可以盖东西，可是我不能盖连贯的了，因为旁边有人要盖。我想想哦。那個、我应该带床出去。我突然有点想问啊，如果说你碰到那一种观众，你想要盖什么类型的？观众跟小英聊聊一半，从商店呢，把他自己的名字改成你的那个名字的话，觉得你又会怎样？这边啊，这边有一个那个啦，有泡泡。我找不到人，你人在哪里？你现在人整个都是隐形状态，我怎么可能看得到你在哪里啊？不好意思，我要一个完全不想找，大家小心。小心什么？开飞中。OK。哇，人少一点会比较好。不是，我现在不知道你人在哪里啊？你说那个吗？梅梗这边吗？这边个原来是梅梗啊。啊，你说对面吗？对面直接盖虫虫商店吗？面包店。盖虫虫商店，还是盖梅梗这边吧？因为这边真的是不知道盖什么。那我就盖个虫虫餐，盖个虫虫餐厅就好了。本来这边是要盖，我是要盖大饭店的啦，结果空间也不够了吧？这个，这里啊，哇，好多啊！你本来这边想要盖大饭店的，大饭店，结果多了这一栋，就被抢了。好吧，没关系。我突然发现了大量 waiting for server 大饭店就我正在跑那个我之前跑过图中间黑掉的地方。这样之后你可能要另外盖再变得像山庄一样吧，就这边直接沿过去，然后直接沿到山上面这样子。嗯，我会跑一段然后停下了，不会一直跑。结果多了那个温泉会馆的只好，最好的位置被抢走了。对啊，我那个，这如果做一个对称，你可以move他啊。移动。哎，这边有空的。这个是 Pokemon 的宝物吗？我看到有烟飘起来，是不是？烟飘起来，那只火烤就是美味的证明啊。好像有看到，可是现在又没有，奇怪了。大概就是火烤结束了。
看到好像你现在过来这边看他，他还会跟我打、啊？不会，好像应该，也许。我们那个竞技场地应该用的像是宝可梦球那样就可以了。不是啊，洛林，你现在你现在抓完了没？这就好看啊！我不急吧，等一下。你说这边竞技吗？可是这边有点太小了，我觉得我们应该自己盖一个大一点的。我觉得应该要另外盖一个大的。你说，我先要赶工啊！盖一样这种圆形的那种大的宝贝球的样子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骑楼要赶那个啦，魔物的魔。那个，我先赶魔物托啊！不是你的声音，我会听不到。我想先练。你能不能先来，然后等一下练？好。哦，我是说那个饭店的顶楼，哦，人家饭店的顶楼不是都有那个 helicopter 吗？的那个天机坪吗？对。那个我本来就是要改成那个宝可梦，哦，或者是类似的竞技场。对，所以一个饭店没得盖，我就什么都没有不用盖了。你就只好另外把那个路线拓出去啊。对啊，就是找换个地方再盖一次，因为这边其实当初预想是商店街盖完 NPC 设网，我就要开始玩铁路模组了，要把大家加创起来，做一些类似天桥之类的东西，然后把每个人家都用一个车站。这样子说，你看你这边想要盖，我有做那个，你要不要？你如果要做那个，你用铁路模组的话，你要不要用我？因为我有把基础的一些东西做出来，你还帮我用好了。这村庄超整一块地出来啊！我都看风波好像还在开台啊。对啊。哦、啊？嗯、欸，没有，我们也没有讲什么重要的事，不是吗？没有、啊。哇塞，好酷哦！酷。唯一比较麻烦的地方就是，因为有些像物竞价比较远。你可能就那个是宝可梦的道馆、哦，我以为是什么东西，就是道馆，干露天道馆哎、欸。我记得我的是，我要 memo 起来，露天道。我觉得你可以盖成山庄的那种饭那个饭店，不过这个地方要清一下就是。我的 memo 编号到几号？这十二号。我觉得这边应该可以盖，可是你要清一下地就是了。道馆超帅的。这边怎么会有狼啊？你这边怎么好多动物哦？天哪！哪里？就那个道馆后面这边。山上吗？九九啊！看到了。哦，这边好多、啊，什么都有哎、欸。对啊，这是什么小生态系？我去，大车这样子，我要往东。好了，我两只狗了。我先回去。耶、欸， yeah, 你有第三只狗了，这么快？这么快？因为我刚才不小心带他们点了右键。好，就是、我先让宝汉带回家。我家有一只狗啊，我在门口一直、啊、看门狗。啊，准备。这个漂亮的白色大理石房子是谁的？准备。你说有高空的那个吗？有玻透明玻璃，很多家具，这是风破家吗？那是蓝色的吧？蓝色玻璃吧？我给你准备按的吗？没有，它是 glass 啊。他们是 deco， 只是这是谁的样品屋啊？哪一只？他们开始跟过来。没有，我的全部都是石英砖做的，所以您看的应该不是我那一件。先找我的角色在哪里？我要往的位置。东边还是要先往东南的、啊。他们船上之后跑，全部挤在路灯上。等一下，太夸张了吧！好了，我现在要思考，慎重的思考一下，我要把他们带到哪边去养。好。我已经经不起那个再被那个雷那个莫名其妙的山那个灾难给害死了。什么灾难？上一次我的狗，就死了。你是说被那个盖亚劈死了？对啊，很惨哎、欸，有个狗嘞。跟你搞的啊！杰森有没有看到我贴的那个网址？我们有要先约一下吗？还是各自路程？
啊，换我关了。这样子应该会顺一点。封货，封货之后再来开台。我要先把我的狗带回去、欸，可是我现在突然找不到我的狗。对啊，他现在在开台，这样应该会顺一点。哎、欸，我狗嘞？现在应该没什么事了啦，因为现在也没人在打盖亚啦。挺小的，因为我有时候我自己家附近就是出现一些鸟事啊，被雷劈啊什么的都有啊。我亲眼看到 PSI 的龙卷风啊，还是哎、欸、我狗，还是有人在放，还是有人在放那个地雷啊。我突然找不回我的狗、欸，哎，我的狗不知道跑哪里去。我们就在，我们就是在那个低空飞行而已。照理讲，它应该会在最近的路上面出现的，怎么可能就消失了？你看，你有没有不小心按到他们，让他们坐下？没有，完全没有。哦，出现了。杰森打了一串乱码，那是摩斯密码。牛哦、好了，你们就来这边你们就不会有事了，也很怪很怪。生物太多会不会造成区域窄路啊？就是会不会造成那个、啊？结果只有小只的过来而已，另外两只大只的。对，可是有时候它就是预设，就是这个区域就这么多，这么多只动物。这么快就？还是因为它自己本身会，就是那个，因为这个山上的怪啊，不，这个山上的动物真的很多啊。风波上来看，遗迹吗？这好像遗迹，哎、欸，这是树、啊，靠腰的是。我想要不要涂一波？好哦，我放。啊，它不吃鱼。玩这么久，第一次发现它原来它不吃鱼的。狗狗不是吃腐肉吗？不是啊，我以为它，哎、欸，鱼也是肉啊。你为什么要歧视鱼肉？